三个人卡受伤，三个拢咧臭大讲，恁爸今日去找一个高雄医院，伊的骨科有够厉害，即马卡甲医咧，我正卡咧行路拢会断音啊，断音啊，真的，拢会断音啊，啊第二个讲你好搞，第二个，我这台中中国医药学院的这个医较厉害，这医药我即马正卡咧行拢会胃科啊，胃科啊，胃科啊，这第二个啦。讲个胃口啊！第三个，我跟你讲，我这台北、台北，哦，咱的台北医学院的，是赵建明骨科的，不管你是邓英啊，还是胃口啊，恁爸拢给你切掉，拢给你切掉，哦，这三个厉害啦，是安尼啦，哎，我好笑不？我好笑，我笑到你，中国国内一个无啦。是医生吼，那无笑拢是无认真。我跟你讲，伊第一次讲的时候，我两个人只笑十分钟，我无唱歌。迄无够好笑的。如果讲伊百，伊讲伊百六啊。我讲我介绍一个百七的哩。百七的。伊讲但是这个百七有时啊嘛会百六啊，伊讲是安怎讲呢？百七，百六，百七，百六百七的。我来，我来，这卡等这卡，好，你知道吧？百六百七。哎呐。